咁我就应承我细妹，就会录一饼所谓嘅日本歌嘅 master tape 俾佢。咁呢啲全部都系佢认为中意。OK。首先嚟呢个中村亚俊嘅前情感受咧，我相信大家喺七十年代都记得呢一套剧集嘅。たどり着けない山の中へ